各位留学生朋友们 ，Claire 今天给大家送出多姿处的免费福利啦！意义分数居高不下，让我偷偷告诉你，意义快速通道移民有哪些潜规则和加分项呢？以及如何通过加分项实现逆袭，早日移民上岸？随着2022年的分数暴涨，很多朋友们预估分数错误或未能及时调整自己的计划，导致满足了一年工作经验后才发现分数远远不够，无法顺利拿到邀请，陷入困局。别担心，我们通通免费帮您解决这些经常会忽略的大问题。现在多姿处免费送前期意义分数预估和移民方案规划，还有针对移民工作经验相关的鉴定，获取专业建议。移民这件事儿，光看表面很简单，殊不知水很深啊！想要获得免费服务，想要你的移民加速、加速再加速，快快扫取屏幕中的二维码，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！